我會留意你游跳水啊、游水同埋喜歡嗰、那個排球啊、女子排球。國家隊啊、美國啊、法國都會留意佢咯。咁其實游水方面啊，何詩蓓佢哋嗰啲有冇留意開的？我都有留意係，我都有留意係咯。我希望啲希望國家隊嘅選手可以爭取到勝利係咯。我自己感興趣係跳水啦，同埋乒乓波嘅，主要都係留意中國隊啦，因為我哋香港都係中國隊。盡量都會抽空嚟商場度睇比賽嘅，因為一大班人睇嗰個氣氛會熱鬧啲啊嘛。劍擊啊，咁其實有冇？我中意張家朗。咁其實除咗劍擊之外咧，即係平時有冇可能試下去玩劍擊啊，或者去？有啊，花劍啊，花劍咯，花劍同劍擊。即係大概幾歲開始玩劍擊㗎？三歲，依家幾歲啊？三歲開始，依家幾歲啊？咁其實除咗劍擊之外，有冇話其他嗰啲運動都有啲興趣咧？例如話咧？游水嗰、那個同埋劍擊嗰個啦，會唔會奧運期間會唔會落嚟商場？會熱鬧啲啊！如果可以出喺參加到一啲現場嘅活動啊，嚟到商場入面咁樣就可以就係現場啦。咁如果時間上允許，我因為有啲都可能夜晚啦，咁小朋友咁我喺屋企度支持咯。都知道奧運期間都搞咗好多優惠啊，或者都有啲特別活動俾我哋去欣賞埋直播，咁就可能睇下會唔會食飯啊，或者完咗直播之後食個糖水咁樣都喺商場嗰度做翻啦，大旺一下香港經濟。係咁希望可以見到我哋嘅香港代表啦，杜海琴同黃振廷可以參與。希望我哋香港隊或者我哋國家隊喺乒乓球都係傳統強項嗰度攞到更加好嘅成績。